哎，行号没治了。咋的了？你说我行，你别拿我跟别人比，我不喜欢那啥跟别人比。我感觉就是两个性格。比喻啊，完然后呢？你俩不都是幼师吗？比一比能咋的？你也是小仙女，人家也是小仙女啊。那你跟他比吧。不是，那你喜欢哪个性格的呀？你能看出他上期节目当中他说他自己是小仙女，你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看出来啥了？仙女。你说完这话，说说。小仙女。谁是啊？十号，郭没事了。对。心虚不？啊？心虚不？你别在那嘎达溜缝，有你啥事儿？上来就把你灯灭了，你黢黑黢黑的，黑黢撩光了，你自己不知道咋回事啊？我跟你说，你溜缝啊！你闭嘴！今天是我的时候，注意到我了，你快拉倒吧！哎呀妈，高攀不上我，丧良心。真闹挺，我也是醉了。你俩说相声的呀？男孩没咋地呢，俩人家唠的这个欢是啊，有捧哏的，有逗哏的，我是是啊。那小伙啊，既然你看没治了，已经是小仙女了，同样是幼师，哎，那骨髓柳他是什么？对，素素，来，素素跟他说两句，素素，你看我每回叫素素的时候，你看我的这个语气，素素，来，素素说两句。那啥，就我比较粘人，然后比如说十二点了，然后我想吃冰棍儿，我就必须下楼去买冰棍儿，吃不到嘴我就哪都疼，哪都疼，对，就必须得吃，然后反正吃不着我就闹心，我就硬可一宿不睡觉，我都把这个雪糕买了。那你要第二天再吃不着雪糕，你还不睡觉吗？那第二天就不想吃了，我就是想干啥我就必须得去干去。那就挺到第二天吧，我感觉。那挺不到咋整啊？挺不到。挺到第二天就不吃了呗。吃凉的对女生不好。你行。按照养生的角度来讲，还是这个女孩子少吃凉的东西。那吃完再找你治呗，自己家的。真是的。行。你们都是觉得养生馆是医院是吗？使劲吃，使劲造，造完了之后再去治啊。这干哈，威尔？我在这看了半天，啊，又看本人又看短片，啊，我发现他跟我大爷年轻的时候可像了。大爷？啊，骂人呢？怎么的还能骂人呢？不是，你大爷年轻时候我没说完呢，能不能听完？你瞅你这家伙，我也是醉了。喝多少度假酒？我说的，我说的是他。你刚才说像你大爷，完了他说你大爷，我说的是他。啊，那行，那我收回，我也是醉了啊。然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年轻的时候。可帅呢，还精神呢。就是他，就是我奶说的那种威风凛凛的，高大威猛的，完了长得精神利索干净的，啊，完了还能力好，啥都好，反正我就觉得挺好，挺好，是吧？求关注，嗯。哦，好好好啊，求关注了啊，啊。哎，一号三水，我也挺喜欢的，我也喜欢啊，真喜欢假喜欢的，真的啊，就精神的。还有一点他我特别喜欢，啊，他处理人事关系这方面我非常喜欢，因为我就朋友贼多，就是处理人事关系就是贼好。你是处理的贼好啊，还是他处理的贼好？我俩都好，他好我也好，大家都好。我感觉今天相中他的成熟度了，哎，啊，你说你要说啥啊？你感觉我感觉今天一号仙女呢换风格了啊，以往呢她这个嘴唇的这个颜色啊都比较渗人啊，啊，就可能说有那种情况啊，在接吻的时候容易中毒。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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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口红都是无毒的，我自己都吃。嗯，就是颜色像啊，现在看呢。现在看比这个之前看的节目时候好多了，好多了，嗯，是吧？风格变了，而且他今天从黑大褂变成白大褂了。来，你出来看看，看怎么样？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啊！我没看错人，雪亮的小眼睛，不错呀，不错，挺感兴趣啊。嗯啊啊，好啊，感觉我哥他就是百搭的。
有可能就是自己亲哥觉得哪块都好。要说小伙子优秀呢啊，来看一下场上亮灯的情况，一号、五号、七号、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六个姑娘的灯亮着。我今天感觉到非常荣幸啊，是吧？非常非常荣幸，非常也从侧面反映出来，现在懂养生的小伙很受欢迎。对呀、啊，那么接下来留下两盏，灭掉四盏，回到现场。咱俩握个手，咱俩握个手，我紧张都出汗了。这是自己碰的。握手，咱俩适合当姐弟。我当妹，你当哥，哥妹儿。好，兄妹。掌声有请七号素素、十四号丽华，有请两位。六个姑娘的灯亮着，啊，这一看，你看看受伤的这一个一个的三水的表情啊！我刚才过来，三水跟我说、啊：“你跟我俩抢男人是不是？”我认为呢，三水呢很优秀，也很不错，但是，说句实话，真的不想找自己比，找比自己大的，嗯。长得年轻。是长得非常年轻，但是年纪搁那呢。十六号威尔呢？就是咱们两个在一起相处的话，我更能把你当做妹妹看待，因为太小了年龄是吗？对，你和我妹妹同岁、哎、那就平衡多了，没事灭就灭吧。好吧，来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这个问题呢也很关键，就是说现在是三伏的天气，我们就是说做养生类行业呢很注重吃凉的东西我希望呢就是说上台的时候也讲了女孩子少吃凉的东西，那么像女孩子都爱吃冰激凌，爱吃吧？我爱吃啊，没有凉的不行。没有凉的不行。那么以后像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如果我让你不吃的话，你能不吃吗？背着你偷着吃也得吃。那也不行。那我要发脾气你能不能哄着吧？我是暖男。哦，回答很智慧啊。那接下来考虑一下，五秒钟倒数计时，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好吗？哎呦，七号啊，七号，十四，一号，十四，十四号，五四三二一，十四号，十四，十四号，哇！谢谢素素，谢谢。手真的出汗了，太好了，可算是找着对象了。真的，掌声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好般配呀！谢谢燕子姐，谢谢王哥，谢谢来宾观众们，谢谢。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获得由老凤祥珠宝提供的价值3999元一件清新系列18K金碧玺产品一件。